欢迎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至2008》，作者吴晓波，演播小溪。上集的最后，我们说到，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张卢，张鲁。 则分列第二十四位和第三十六位。如果说刘永好等人是因改革示范而巧入垄断之局的话，那么吴英和他的小灵通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的内战。同样是这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吴英名列第十九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 随着手机的普及，移动通信产业空前兴旺，而控制这个市场的，是两大移动服务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相对而言，过去的行业老大中国电信，则因为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而无法分到一杯羹。 就在这样的时候，曾经在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英看到了切入的商机。他把一项由日本人发明的 PHS 无线技术引入了中国。这种技术可利用已有的固定电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它最大的弱点是信号很差。 有时候在房屋内甚至收听不畅，因此在他发明地日本，这是一个被废弃的边缘性技术。可是，在中国，它却成了中国电信的救命稻草，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就可以曲线进入移动电信市场。而两大移动服务商高昂的通话服务费用，无疑为中国电信的进入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间。 吴英成立的 UT 斯达康公司成立了 PHS 项目的设备供应商，他为这款手机起名叫“小灵通”。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个小灵通无线市化试点在浙江余杭市开通，当地消费者被告知，小灵通的通话费是三分钟零点二元。 而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 GSM 手机是一分钟零点五元，价差七点五倍，再加上小灵通接来电不收费，同样一通电话，小灵通和 GSM 之间差价在十倍左右。仅仅三个月，余杭的小灵通用户就赶上了移动和联通用户的总和，小灵通很快在浙江全境普及。 并迅速被中国电信视为分抢移动业务的唯一法宝。就这样，一项边缘技术意外的在中国引爆了一场垄断企业之间的电信大战。中国电信在全国上百个城市同时推广小灵通，而各地的移动服务商则一面狙击小灵通的进入，一面不断紧急上告信息产业部。 后者左右为难，一会儿宣布小灵通是落后的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要限制发展；一会儿又宣称，经过调查，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有条件地区允许中国电信从事该业务。最轰动一时的新闻发生在两千年，甘肃省兰州市兰州电信给小灵通放了一个六字头的句号。 而兰州的中国移动公司不承认这个没有经过信息产业部批准的号码，拒绝让它进入移动网。而一向牛气的兰州电信一气之下，干脆断了整个移动网与电信固定网的联系，使几十万用户在数十小时内手机与固定电话无法联系，因此酿成了一起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事故。 到二零零一年，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外，小灵通业务全线开通，用户超过六千万。中国电信对小灵通的强势推广，自然让设备供应商 UT 斯达康获得惊人的成长。两千年三月三日，UT 斯达康公司在美国上市。 在此后的连续十七个季度里，公司绘出了一道完美的成长曲线，其业绩表现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即使是在纳斯达克股灾期间，它的股价也从来没有低于每股二十美元，是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股。二零零二年，优替斯达康市值高达二百六十亿元。 一脸切格瓦拉式络腮胡子的吴英，被视为传奇式的 CEO，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和2001年中国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美国商业周刊还曾将他选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五十位明星之一。第三个值得记录的人是李书福。 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这一年十一月九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 GL 六三六零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在汽车史上，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 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他被解读成中国加入 WTO 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吉利汽车的主人翁是三十八岁的浙江台州人李书福。 他造汽车有三个先天不足：只有一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汉，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一九八二年，高中毕业的李书福向父亲要了一百二十元，买了一架照相机。 在台州街头巷尾为路人拍照赚钱，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的人。他曾回忆说：“小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一块钱，全放下变四块全放下变八块再全放下变十六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收回五毛，他赢的钱。” 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不剩。就如同他描述的，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李书福每次都把他赚的钱全放下，赌到一个行业里。他拍照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开了一家照相馆。 再多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办了一个冰箱配件厂，又赚到了钱。两年后，他索性办起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冰箱厂竟然还是很赚钱。他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千万富翁。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九八九年的宏观调控，政治气氛空前紧张。 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一些业主纷纷把工厂上交给了集体。李书福一紧张，也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交了出去。他带了上千万元的现金，跑到深圳大学去进修了。躲过了一阵风头后，李书福又回到台州继续放下。一九九三年，他决心要造摩托车。 当时沿海农村已经富裕起来，摩托车不仅成为年轻人追逐时髦的标志，还是货物短途运输最好的工具。李书福一点也没有坐摩托车的经验，不过他天生就是绕开红灯走的天才。没有技术，就四处挖人；没有图纸，就拆了别人的车子，依葫芦画瓢。 最要紧的是没有许可证，他跑到北京机械部的摩托车管理处，愣头愣脑地问：“我们想生产摩托车，是不是你这里批的？”被问的官员反问他：“你知道国家产业政策不？”李书福答：“报纸上登过。”官员笑了：“看见了不就行了吗？你还来干什么呢？” 李书福摸摸头皮，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一次跑步就碰壁，不过还是没有难住李书福。他很快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花钱买了一张许可证。李书福在摩托车上的成功源于他的仿制才能。当时台湾的光阳公司刚刚生产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车，很受女性骑士的欢迎。 李书福当即把他引了进来，成了大陆第一家生产该款摩托车的厂家。吉利摩托车的成功，让李书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九九七年，这个不安分的台州人突发奇想，宣布要造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产业可用八个字来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 宏观来看，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央政府试图启动内需市场，汽车与房地产成了新的消费热点。从这一年起，家用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汽车行业的暴利现象已昭然若揭。 有人将中国与美国的轿车价格进行比较，同等性能的大众甲壳车，中国的销售价格是美国的三点三六倍；别克的销售价比是二点三六倍，丰田花冠的售价比是二点八零倍。让人吃惊的暴利，无疑意味着汽车行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 就产业现状来看，却是一派让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一九七八年国门洞开之时，跨国汽车公司就被获准涉足中国汽车制造业。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标致、日本丰田、三菱及日产等纷纷选点设厂。 中国民族汽车产业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相继被巧妙地消灭。新华社记者、知名汽车观察家李安定曾用“百变缠身”来形容国内的汽车工业：投资分散，开发能力差，生产成本高，销售服务体系近乎原始。他断言。 如果汽车业不能通过巨额资金的筹集来完成结构调整和重组，全军覆没绝非危言耸听。在这种大环境中，李书福贸然闯入，自是无人喝彩。李书福当时拥有的资金是一亿元左右，他大了胆子对外宣称投入五亿元，可是即使是五亿元这个大数字。 在汽车业界听来也是很可笑的。与李书福同省的另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时也有造车梦想。他在汽车配件业已引近三十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造出中国轿车。在萧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张汽车风景画挂在醒目的墙壁上。 日日视之，夜夜思之。当听说名不见经传的台州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大吃一惊，然后很老实的说：“造车一要政府许可支持，二要上百亿元的资金，万象还没有准备好，李书福也没有准备好。不过他觉得造汽车很容易。” 在一次采访中，他轻描淡写的说：“汽车不就是摩托车再加上两个轮子吗？”事实上，他也正是用造摩托车的方式来造汽车。跟以往一样，他先选中了一个仿制的对象，那就是当时国内销售最好的低价轿车——天津夏利。设计师是厂里几个手艺高超的钣金工。 第一批轿车是用手工榔头一榔头一榔头的敲打出来的。它的正式图纸在投入批量生产的几年后才被专业人员补齐。民营企业造车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许可。李书福依然寻求变通。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车许可证来自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 该监狱下属有一家汽车厂，李书福注资取得了百分之七十的股权，然后取了一个跟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完全类似的厂名——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厂名叫波音，车型像夏利，车架又如一辆高档丰田摩托车。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 李书福造出的第一款汽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他摆宴一百桌，向全国官员及经销商发出七百张请柬，结果只来了一个浙江省的副省长。九十多桌菜肴受到冷落。李书福长相敦厚，塌鼻细眼，十足的草根气质。 在一开始，他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质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年，他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了。 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的说：“是他们让我走的慢一点。”此言一出，满场莞尔。李书福的草根与看似木讷，为他赢得了国内传媒的同情与好感。然而， 在汽车界，它却展现出赌性十足与杀气冲天的性情。吉利豪情一面世，就以超低的价格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当时中国的轿车定价大多在每辆十万元以上，最便宜的天津夏利售价每辆近九万元，而吉利豪情的价格仅为每辆五点八万元。有媒体询问。 消费者都在问：每辆五点八万元的轿车能开吗？李书福听到这个问题很高兴，他反问记者：“那就是说，如果能开，消费者就都肯买吗？”吉利的入局让汽车业界头痛不已。在之前，各厂家的日子非常红火，轿车价格坚挺而上扬，豪情一出现。 像一只土质的秤砣，把上扬的涨价箭头一把拉下。李书福的竞争战略就只有很简单的一条：做中国最便宜的轿车。为了应战，天津夏利被迫降价。他每降一次，吉利并应声下降，杀到最后，夏利开出每辆三点一八万元的跳水价，李书福马上挂牌每辆二点九九万元。 此价一出，舆论顿时哗然，业界一片寂静。李书福在市场上如蛟龙翻江，在政府面前却战战兢兢。他的那张从监狱工厂转来的许可证，不但来路可疑，而且按严格规定只能生产卡车和两厢汽车。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个合法正式的准生证。 这成为李书福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根据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所有的资源及政策都将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国有汽车集团集中，吉利获得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一九九九年，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台州调研，专程去吉利视察。 李书福当面请命，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讲到激越处，李书福说：“如果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资言慷慨，闻者无不动容。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